当初被就是录取的时候，阿诺他是有跟我就是有稍微警告一下，他说就是读我们学校会很累，然后我就问他为什么，然后他就说其实我们学校不只是就是像大家吹萨克斯一样，就是要很钻研萨克斯的技巧、演奏方面的。这个学校对于教育、对于各种跨界的结合啊，或者是各种创新的 idea 都是非常着重的，所以基本上从大一大二，虽然我没有念大一，但是大一大二都是非常非常严谨的在训练一些音乐基础的课程。那大二跟大三的时候，就是 Willem 就是我们的另外一个老师，助他教，会对。对他会很着重在我们的各种教育的学生，他从要怎么样教学生吹嘴，怎么组乐器那些，我们都要有一系列的训练去教学生，然后还要去各个老师的 studio 实习，看他怎么教学生做笔记，最后在大三的时候要写15000到20000字自己的教材。对，那个我在 lockdown 的时候，就是当初 corona 刚爆发的时候，我回台湾14天，每天都写4个小时，就是很扎实很累，但是当你熬过去的时候，当你真的实际上去教学生的时候，你会觉得说，哎，我为什么有办法很仔细的去剖析每一个情况，然后去给他们建议这样子，这是教育方面的。那至于演奏方面的话，其实我想不管是硕士班或是学士都是一样，因为阿诺是个非常 open 的人，他不希望是你来这个国家，我教你怎么吹乐器，而是你把你这个人带来，我来让你把你自己变得更好。就是你在毕业的时候会变成更好的自己，但你不会是别人，就是你自己。